复兴教会、凤山教会，大家平安，平安。有一句话这么讲：这世代我们用敬拜征战，用祷告改变这世界。阿门吗？阿门。在敬拜开始前，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们觉得神是个怎么样的神？爱我们的神，伟大的神，英俊的神，英俊的神 ，Yes。Anyway， 不管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，他都是值得我们赞美、值得我们敬拜的神，是不是？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赞美、敬拜他吧。现在我要请大家做一件事情，就是请你们每一个人闭上你们的眼睛。感谢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，我们聚在这边来敬拜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是为我们舍弃生命的神，你为我们留下你的宝血。只有
献给我们的神。